谁啊？刚才他的手机就放在你裙子下边。那就有点过分了吧？我怎么了？啊，你得蹲在这女生边上，机械点打开我看看，我要看你上课。你不认识他吧？怎么了？手机放在刚才放你裙底下，在这照相。啊？你刚才是不是偷拍我了？没有啊。这个大姐看到了。我的系鞋带刚才。你系鞋带，你在哪系不能系啊？敢不敢打开？就看你刚才照片，敢不敢打开？不敢开，咱就报警，不要紧。那你打开看。那你打开看，让姑娘看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可以让警察来看，这儿都有监控，肯定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